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，我们爱戴江泽民同志，怀念江泽民同志，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，为争取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，鞠躬尽瘁，奋斗终生。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之际，我国正面临外有压力、内有困难的严重时刻，可谓临危受命。江泽民同志坚定表示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，我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同志们，朋友们，江泽民同志同我们永别了。他的英明、业绩、思想、风范将永载史册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心中。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出力奋发，勇毅前行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。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。三鞠躬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